好，来，托许，穿着紧身衣的托许。硬汉来了，我们会是好搭档的，就你跟我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，托许？我们的交易结束了，除非你还有别的事找我。哎，我在这托许是白木玉耳石的地方接了份工作，想听听看吗？也许吧，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太空海盗并不是我想选的路。大家都知道吉姆雷诺想统蒙斯克一道，原来是日向一族啊，托许，我可以帮上忙，帮上一个大忙。我会考虑的。至于现在，欢迎来到海伯利昂号，我们晚点再聊。好，都看都点完了，那我们开始。在贝尔石上有一种稀有的瓦斯，神族造物者之石，造物者之玺。他们认为那是神赐的礼物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太化氢。碰上合适的出价者，可是值一大笔钱。当然，神族在他们的身体上抓到我们的话，肯定会杀了我们，至少想要尝试杀掉我们。来，选哪个？你们这关是工兵要去采氧气的啦，然后这关是海珍博士。难民们目前都把曼霍夫这个地方当作中继站，但是有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某种传染性的疾病开始席卷整个营区。求求你，我的人民需要救援，我们一定要在无法挽回之前做些什么。还有就是蒙利斯，莫比斯的家伙们认为在叫蒙利斯的星球上还有另一个神器，那里应该有神族在守护着。一群狂热的信徒自称为塔达利姆，别感情用事的认为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强行夺取，我想要最后解，根本就不是。我想最后解，因为那个刚刚有人说想要看残酷，然后把神族灭了嘛，对，所以我希望我是在不能解的，没有其他可以解的时候来打这一关，所以这关我们放最后面，我们只打这两个，选一个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先选。先解妹子吗？你们要先解妹子是不是？寒生的，好，那就来寒一下啊。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，博士？我们的数据显示，有某种生化感染物正在难民营中蔓延开来，就连建筑物也被覆盖了。我曾经看过这类东西，可是神族全灭那个要等后面一点，我们再多一两个科技以后再去打。每一栋被感染的建筑都必须被摧毁。但人都到哪去了？哦不，那些东西是被感染的难民，这简直是场噩梦。对，那一点也不好。哎，我现在我的枪兵跟医护兵其实都已经满科技了，只在晚上才现身，已经很好打了。一定是病毒让他们容易受到曼霍夫星上高强度紫外线的伤害。哦，我们白天就攻击被感染的建筑，晚上就保护我们的基地。别担心，博士，我们会抑制它的扩散。对啊，晚上手枪是那个没错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谁要一些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那是某种巢穴吗？你最好把它摧毁掉。某种小穴。好吧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能冒险让传染蔓延这整个营地。我要设立封锁区，所有人碉堡就定位。吉姆，你对那个女博士很体贴哦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替那些该死的臭农夫而战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在30秒内夜幕低垂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有麻烦了。金矿部。我正在进行。这最好，谁要你？这最好是工程车准备完成。
上一定惹恼了他们，或许我们应该等到白天。被感染的陆战队，欧天杀的吉米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拜托，杀了我！我们必须撑到日出，做好准备。他们还有点人性呢、啊，情况可能变得很糟。拜托，杀了我！整装待发。我等不及了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呀，请说。是的，长官。这最来找号码排好，全到一起。金矿不足，金矿基地正遭金矿不足。重要工作指挥比较快啊，给我死人没科技，没差吗？那没问题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我死人打建筑超快的，好，我们出死神啊！跟死神没科技说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准备完成，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式往前行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附属建筑主要是他在那个白天的时候去打那个建筑超快的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我随在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哎，老大，我拿到你在马尔萨拉看过的饿狼结构图，应该不作用吧？金矿应该不作用吧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不足，尾随在后。坏消息吗？请说。金矿不足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我们必须再坚持一下。死神来了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快起床，孩子们，我们搞破坏的时间到了。金矿不足，发生了喂坏消息吗？请说。人装待发，无情的死神来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人装待发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更多的补给站。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，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请说。金矿不足。净化感染，我有大麻烦了，我有大麻烦了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金矿不足，在等你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无情的死神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金矿不足。所以我觉得二郎应该放家里，二郎带出来清。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，
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在30秒内，夜幕低垂。请说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正在听。说真的，你真的很爱故意去惹火敌人呢。你应该部署一些守卫，他们很快就会再度来袭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扫描取得了一种独特虫族身体讯号，它看起来像是一只能遁地的生物，白天躲在地下，只有晚上会出来活动。尘暴兽，长官，感染虫。如果你杀死那些生物，斯特曼可以研究他们，而且可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这值多少？哦，宝贝，搞定。对死神感到惧怕吗？放手一搏，我出发了，我出发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好的，说，我在等你说。干，这里，对，你不这，我对死神。地上三竿了，死亡需要打火机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？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我出发，我正在对死神。高能瓦斯部队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高能瓦斯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好的，很感觉对死神感到惧怕吧？坏消息吗？我正在听。我们完蛋了。高能瓦斯，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正在听。工程车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哦，就这样。放什么？你要什么？的确如此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哦，就此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？同意。哦，宝贝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无情的死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在路上了。我出发了，我出发了。哪里比较热闹啊？死亡。把它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？干。为重要工作。坏消息吗？死亡降临，死亡降临。干嘛？你要什么？搞定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好的，死亡降临，很公平，当然。车在哪里？啊？我这。请是呼叫我吗？这值多少？在30秒内破晓。哦，就这样。很公平，正遭受攻击，我有麻烦了。没有什么我不能处理的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那没问题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这局干嘛？你对死神感到惧怕吧？无情。不要忘记，你必须要在天黑前回来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干嘛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吧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小子吗，小子？啊、发生了什么？请说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正在听。不要一些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干怎么拉三只工兵来？站开！过来。重要工作是吧？在等你的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我有麻烦了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，你到底要不要下去？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我们完蛋了。这最好是好东西。佣兵营。神来了，当然没问题。按照后方工程车准备完成。
脱手。干得好！我出发，这个局员出发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有麻烦了。搞定。打得好！在30秒内夜幕低垂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当然，在路上了。大概绕不过了。搞定。同意。哦，宝贝。整装待此，在等你的指令。需要一些，我们这里需要你。我有麻烦了。把你的眼睛睁大，他们的同伴会越来越多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排长号码排好，兄弟们，需要一些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你到底要不要？整装待发。当然没问题，谁要一些？在等你的，排长号码排好。我很聚聚。我有麻烦了。听到了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？无情的死神来了。谁要一些？我正在进行。是。升级完成。啊！准备行动！排长号码排好，站开，绕不过了。没问题。排长，再等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。排长号码排好，兄弟们，你到底？你去，等你的指令。这最好，我们完蛋了。让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没问题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小姐，收收收！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哦耶！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本来是人类吗？谁要你这么厉害吗，小子？收收收！我正在。谁要一些？没问题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但这好烂了，我以为很强哎。看来这区已经摆平了积木，最好动身前往下一个。我以为他很强哎，就他们已经突破南面的路障，再派些部队到这边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想我曾经在一部电影中看过这个。在30秒内破晓。是长官。恭喜。没问题。我们完蛋了。整装待发。当然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哦，太好了，是我们大展身手的时刻了。要通过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工程车准备。谁要一些？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啊！你下来吧。请说。在等你的指令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，快点帮忙！整装待发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这最好是好消息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这补给站应该是要一直做。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，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那一区已经侦测不到其他被感染的建筑，积木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，
矿不足。金矿不足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金矿不足。想瞧瞧我们厉害吧，小子。了解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干得好，这个区域安全了。内区已经侦测不到其他被感染的建筑，吉姆。好像还有一个要打的，我们还要再等一次晚上。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，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在30秒内，夜幕低垂。你就快要完成了，只剩少量受寄生感染的生物标记，我会在你的地图上画出他们的地点。马上一穿好，无情的死神，虫胎随时就会冲出那破房子，我们最好退回基地去。到了，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，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死亡将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再等，无情的死神来了。为什么不呢？OK， 你有什么？无情的死神来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死亡降临，无情的死神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金矿不足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重要一击。我非常期待。我们完了。有我的命令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将军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你办到了，吉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现在我必须带我的人民到安全的地方。有杀居民吗？没那么简单，亲爱的。这整片地区都爬满了虫族，一定有什么地方是那些外星人还没去过的。某个尚未探索的天堂正等着我们。在第五个夜晚来袭前，这一定有暴走中于夜间摧毁15栋被感染建筑，这一定有，所以我其实也是 全部都截了，好猛啊！在夜晚摧毁敌方建筑10个，欢迎收看本台。我们的凯特·罗克维尔正在曼霍夫行星轨道上的难民船“空怪二号”为您做现场转播。唐尼，这里的死亡人数正在飙升，大量的难民船都设法想要逃往主要行星以求庇护，多数无法抵达，他们缺少粮食、水和希望。凯特，我们晚一点再讨论自治联盟将如何拯救那些星球。许多难民都在谈论关于救援行动，但他们的希望都放在非军方和叛乱势力，例如雷诺的图。很精彩的报道，凯特。这是在曼霍夫的难民船上所做的现场报道，每个人都热切期盼自治联盟的归来。接下来是佛米利恩的专题评论：难民，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责任吗？你真是亲切，唐尼。哎呦，博士，你觉得韩森博士怎么样？哎呦，他非常可爱，十分甜美，至少他要你这么认为。这么甜美，他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何虫族会这么快袭击他的家园吗？因为那里有他们想要的，或许是蜂蜜做的东西。这一群疯狂的蜜蜂，有那么甜美吗？好，看一下、哦、很多人随时直接切入重点吧。哎，没有新的东西啊。实验室，教官，
哦，点数够了。来这边有二选一哦，我们可以选择升级洗净要塞。好，我们可以选择升级洗净要塞，或者选择地狱炮台。你们觉得要选哪个？那个哈 ，Choose One。干，你们人数差不多嘞。哎，这个炮台可以喷出致命的火焰呢。致命的火焰 ，OK。行星要塞啊，就是主堡会变形要塞、啊。好，我上个厕所，等你们投票投啊。回来看结果。啊，结果出来了吗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好了，是吧？来看一下哦。哦，加二的，你说二是什么？右边是吧？有100票是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选左边哦。哦，看来大家对于行星要塞都是比较没有看过行星要塞长什么样子啊？对，那我就选行星要塞喽。哦。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感谢大家参与投票。好，再来什么？军工厂、兵工厂，看一下。死亡，从来都没想过我们会回来曼霍夫。哎，我们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拼死拼活，只求生存。海尔莫瑞亚人死命的压榨我们，我们群起反抗的那天，我们只是忍无可忍。忍无可忍。我了解，男人有时候有责任，必须挺身而出。该死！我们那时候太笨了。其实死亡也会干架，知道吗？那些阵线的人并不懂得战斗，他超壮的，很多人无意义的牺牲了。如果你那时没有及时出现，嘿，你的人民买到了自己的自由，用鲜血买的单。我和麦特只是很高兴能帮上忙。好，我们看有什么可以升。啊，接下来要升什么？升二郎吗？攻击距离加倍，哇，射好远哦！这个吗？哦，蓝火是，火焰兵死神，有要升吗？
飞弹炮台，超级强飞弹炮台，对吧？都不要升的。我自己选不行，我们要尊重大家的想法，尊重大家的看法，对。我们要尊重大家的看法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死神吗？我看一下、哦，死神可以用吗？它是加范围的，提高射程一点。其实加射程一点可以用哎、欸，极速型炸药，极速型炸药这样，它可以丢手榴弹了。哎、欸，白痴！哎、欸，原来这个极速型炸弹这个鬼东西。自由机就有了、欸，你们看，这个概念自由机就有了、欸。搞得那么麻烦，那个，那我加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其实应该，其实这时候应该是要把你的钱留下来，等着升坦克了，因为坦克比较强。是攻击队发射飞弹弹幕，什么意思啊？加伤害是？好，那我先升这个啊，好 ，Go， 走吧。